转发一下，加妈丢个灯牌，丢个人气票。那些曾经误会的情谊，那些为爱付出的殷勤，化作音符藏进了旋律。亮下灯牌，一次一次回荡在梦里。分享直播间下人，你就是我可爱的人。咱们进来的扣个花字，进来的扣个花字。黄泉梦已让我失了魂。进来的扣一个花字，让我看到你们好吗？进来的扣个花字。加盟上人，我们扣一波花字，加盟点亮灯牌。曾经的认真，最后却被时间伤得深。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进来打个招呼，家人们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下班了没有？吃饭了没有？你就是我歌里那个人。家人们，这首歌听了没有？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分享这首歌了没有？已经被你们顶上华语榜第一名。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的助力啊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进来的点亮一下，点赞一下哈，点赞一下，亮一下灯牌，我们点赞100万。啊，100万上面冲一冲！ All right, crew. 谢我周哥啊，感谢红哥，谢我自由自在。加满亮个灯牌啊，亮个灯牌，点亮一下直播间，转发直播间，分享到群里啊，咱们领取免费的人气票。这就新歌了，我已经被你们顶。才发行第一天就被你们顶到了第一名啊，太棒了啊，家人们你们牛。咱们继续点赞上人，把赞赞点到100万。低调一点，好的，低调一点，咱发一首火一首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，胡华大队。然后明天还有一首新歌，胡小丫的啊，也是有我的声音在里面啊，家人们，这首歌应该也很棒啊，应该很棒。我们点赞上人啊，我们这人气怎么不动了呢？人气怎么不动了呢？1000、13000，一直都不动，怎么回事？来，我来唱一下咱们的新歌啊，家人们记得转发啊，记得转发，看一下唱首歌能不能上人啊。
肩上的神。怎么回事？你就是我可以的。他们说我自娱自乐，然后声卡有问题。啊，声卡有问题吗？不看公屏怎么回事呀？星空怎么回事？感谢阿红啊，谢谢阿红。怎么回事？家人们把意见提出来。对呀、啊、我这一直都没有上人，一直是13000的人，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声音正常，那哪里不对吗？我为什么我的人气会上不去呢？不清楚，不清楚是因为我手机直播，他当然不清楚了。声卡掉了，声卡没有声音吗？嗓音太大，有回音，怎么回事？限流了吗？限流了，我也不知道呀。手机直播不清楚正常，有没有问题啊，家人们？那我下一下重开，和下一下重开。